好，我是刚子，今天来废品站了啊。今天咱看看收到啥了，继续的。这是个啥？快速电动热开水瓶的。不是料理机啊？不是。我以为是料理机啊。嗯。热水瓶啊。嗯。开水瓶啊。对。开水瓶为啥这地方开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把下开看看。下开看看里边啥呀？嗯。这得直接上大锤了。哦，你给这打烂了哈！打了个稀碎呀、啊！我看里边。这个、没这大。啥构造？里边？那保温的吗？保温壶啊。就一个壶，一个电加热。嗯。啊。对。把这嘴砸下来。很小，砸了还稀碎呀！啊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让大家看看啊，你知道这是啥吗？大家，你们知道这是啥吗？嗯，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吧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啊，这个管儿。嗯。这水啊从这下来的啊、嗯、开了以后啊基本它是堵上的，开了以后堵上、嗯、啊对，它往上废是吧，嗯，再就是呢水少了以后它就自动的就开口了，嗯，加水，开口就自动加水了，嗯，啊、嗯、你看小小的一个片儿非常的科学，嗯，是吧，对，就这么东西，嗯，很有道理哈，嗯，这是不锈钢的，是铁的，不锈钢的，拆出来一块不锈钢吗？嗯，不锈钢贵啊，是铁贵啊？肯定不锈钢贵啊。嗯、两块，带块吸铁石。嗯，这塑料吸铁石挺好的。天化服务器啊，咱拆开看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里边肯定有很多的主板。哇，好，原来是这样的，两个这个，两个桶这个，嗯，是吧？对，两个编起来，里边东西啊，壳子挺厚、嗯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咱就先不拆了，看有专门收这个的吧。嗯，是吧？挺新啊，挺新的，不一定坏。嗯，那再抽上。看，都看明白了吗？知道这是干啥用的吗？有朋友们也知道的，给我留言。这块是铝的嘞。嗯。哎，这个拆开还能搁那卖的哈。但是它这个合起来应该比那个拆开卖的贵啊。有专门淘这个的。嗯。是。那咱就不拆了。那咱再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个啥？快速，这高效充电器机的，快速高效充电机的啊，充电的。这是给那汽车上充电是吧？对。汽车电器。嗯。60安。这个闹不好能用。哎，这东西一般不错呀。嗯。啊，这不6伏、12伏、24伏吗、嗯？对，充电的，这东西一般不坏。嗯，它这个你像充手机的话够呛。充手机是不行啊，手机你咋充？我寻思加上个头，能充手机也行啊。现在充能6伏。啊、嗯，6伏是手机是吧？咱那手机到不了6伏吧，5伏应该。嗯你车是24吧？好，这是啥？小霸王复读机，复读机6级变速。好，6级变速了，挂档啊。1阶更比6阶强，放电池的。嗯。咱看一下，小时候，然后学英语的时候，嗯、都买这个小霸王复读机。对。嗯，人手一个。对。咱今天呢，那个时候肯定你没卸开过。嗯。都不舍得用，也没用坏。嗯。啊，咱今天咱就卸开。看一下里边
到底比那个小录音机有什么不一样？高级到哪里呢？嗯，我跟你说，小时候我就下拍过。这个复读机啊，我小时候好几个。嗯。我就小时候，有的人没有，我就好几啊。嗯。还有点车嘞。海信电池吗？还是充电电池吗？嗯，充电的。还有两节充电电池嘞。哇塞，来了，好，看了吗？不很高级吗？嗯，俩皮带轮啊，嗯，一转，小电机，嗯，带着俩皮带，我带仨皮带，这也转了，是吧？嗯，啊，对，这线路，喇叭有一个复读的，嗯，起复读作用肯定是这个地方，嗯，啊，对，芯片的是，用芯片它能。就那个时候就能啥了，储存450秒。对，嗯，就这个是个好的，都让它吹散散了，就这么个东西。嗯，同学们看了吗？建立奇迹了吧？里边小喇叭在这了。对，小喇叭。嗯，看那个时候。复读机为啥那么火？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储存的功能了。嗯，那时候刚开始，所有的电子产品刚开始有储存这个能力。嗯，啊，也是有这种跟电脑上那个这叫什么线呢？排线。排线。嗯、啊，排线通过来。嗯，有个这个储存。嗯，有大脑了那是。嗯，我过来看看，今天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要了一个5米5的一个撒网，打里麻的。然后我给他挑选一下，看这撒网，这些都正在上油，上上油以后，今天晾一天就能发货了。看这边这一尊，这是还没有上油的一些网，打里麻的。看这网，打里麻的都是两只网眼的。两只网眼的卖的最快了，最火。这个是个三只的，这边都是打里麻的，五彩打里麻，黑色，这边全是。那就下边的单丝的，啊，这些都是，这单丝你看多好，全部这些还没有定型，没有上那个，网坠子呢，这不少。看这边进口的，进口单丝两只的，这个进口单丝的，打里麻五彩的，五彩打里麻，嗯，这些都是白色的，白色打里麻的，打里麻的最多。这今天这是得发多少货？都二十来件儿，每天都有20多件货。这是两条打里麻的啊，看这两条打里麻5米的，这是5米，哎呦，这还不是5米的嘞，这个几米的？6米的吧？一条，哼，6米的，这是个几米的？5米5的。两只眼，5米5，11斤的。一指的，一指半。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撒网的，关注我，拜拜。